好，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 Pro Player Stadium 啊，现在介绍的是洋基队的 Closer Mariano Rivera 这位啊，在季后赛投手表现非常成功的一名终结者。他的几个主要的武器包括他的 Cut Fastball， 是他握球的一种方式。 在面对右打者的时候啊，当他投到好球带的时候，会转向右打者的外侧。那对左打者来说，这个球会转向啊，这个左打者的一个内侧。所以右打者也好，左打者也好，它有相同的移动方向，但是它正好对左右打者是相反的方向。这是他另外一种 fastball， 叫做 sweeper， 对右打者是特别有利啊。昨天三振的 Miguel Cabrera。 Cabrera 的时候就是这个球路，好像要好球带的中间，然后最后一刻转到外侧去了，这就是他的 sweeper， 所以让右打者非常难以应付。另外，他有个 two seam 的二缝线的一个快速球，是他握 two seam fastball 的一种方式。对一个右打者来说，这种球投出来以后啊，会对右打者的内侧而且向下的角度啊来移动。 所以，当你需要一个内野的滚地球，希望能够造成双杀的时候，这种球是非常好用的。也走进来了，然后打者击出了一个飞球。这就是他的四种武器啊 ，two seam 的、four seam 的、cut fastball 以及他的一个 sweep。